小的东方有一条龙，它的名字就叫长江。哎，你在捡什么呢？快看呐、啊，我捡的是龙腾瑞兽，寓意新春吉祥。哇，太棒了！对了，龙年已经到了，我们一起来猜灯谜如何？嗯，好主意，猜灯谜正能体现龙年的喜庆氛围。好，那灯谜这就来了。嗯，听好了。龙舞瑞云迎新岁，家家户户笑声迎。嗯，这个灯谜充满了龙年的喜悦，我猜答案是庆新春。答对了，新春佳节正是欢聚庆祝的好时光。没错，谢君共赏龙年好，愿您好运庆吉祥。